我们想要透过六然国际互动剧场去谈一个我们没有办法谈的很困难的历史。因为如果我今天带着这个问题直接去找眷村北北，去找跟我们可能对历史的看法不一样的，我们可能马上就会有一些很正面的激辩或冲突，甚至可能就没办法谈下去。可是透过一个剧场一个演出，我们让民众参与进来，一起透过 IoT 投票系统来看二战纪念碑，其实就是提出质疑嘛，就说哎，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可是透过这个演出哎，我们可以重新来想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去讨论到底我们对当时二战时候日本扮演什么角色，台湾扮演什么角色，那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那又再进一步的提问，今天我们有机会送一个纪念碑给对方，我们想要告诉对方什么。